一看就是盗墓勇队，盛气凌人，如入无人之境。33师通通特，最前面的是咱们连排青年军官，全是精英，打的就是这精英。命令炮群把火力线汇合，拦住火力，后移300米。要步兵收拾他们。是。开火！开火！妈，这才多久，共军的身子骨居然硬成这样，全是大口径的美制炮。难怪共军说我们是他们的运输队，都是那些无能的党国败类，把重炮武器全都丢给了共军。这样的人海战术恐怕难以见效。防守的共军太顽强了。精英，冲！突击营，到！让你们给我宣誓，有枪的举枪，没枪举手。我33师的人，谁要给共军当运输队，就死无全尸。我们不许打住！走！听了。反正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打退了敌人23次进攻，所有的阵地都在我们手上。什么？哦，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好，太好了。六纵五纵已进至黑山厉家铺子。郑家窝棚，二道岗子一线，切断了廖兵团回沈阳的后路。他们现在是十分。他妈的，廖耀湘不让我吃饭。通知部队，11:17，从正面反击。我们也回不去了。那好吧，你是行家，只能听你的。沐雨啊，你的师也撤吧，向东南营口方向撤退。阿锦州的共军主力正向我们包围过来。
师不让找团，团不让找师，所有人找廖翔。站！也是个长官，这时候还有闲心开玩笑？咱俩说好了，来张鲁做生意，去沈阳。别带警卫了，这时候带什么什么警卫？谁能可信啊？就咱俩这儿，离开大队。地形我也熟，啊，我保证你两天之内赶到沈阳。怎么回事？啊！三团在村头的一间农舍里找到两套中校军服，肯定是大禹，没准就混在这些俘虏里。翻翻看，里面有什么明显的标识没有？除了一包香烟以外，没有任何标识。两套中将军服。吃完再来啊！刘科长。往前走，往前走。明天早晨天一亮，在这些俘虏里好好给我甄别一下，别让人家跑了，是不是？三团不已经都有教训了吗？一个少将领了两块银元跑了，好不好？是。参谋长，能打胜仗吗？什么东西啊？等会儿啊，跟这两套将官服丢在一起，教导员让我给您送过来。打开看，都是书。还有一些换洗的衣服，还有钱，还有一把枪，挺漂亮的。不用等天亮了，马上甄别。是，马上甄别所有的俘虏。是，快点，快点，快快快快快，动作快点，宁河。
等等吧，没别的办法了。咱们得等多久啊？我坏了，有吃的吗？有。咽不下呀。有件事儿，我一直没跟你说。你知道咱黑山对面的共军是谁吗？不是别人，就是我那同学，您那弟弟，他的部队。谁告诉你的？我的九团二营，在八七高地上，站了大概有35分钟。他们用步话机告诉我的。你的意思是？不算丢人，是这样。在上学的时候，丽青这各门功课都比我优秀。我不知道你们这个三七六班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！这仗都拼到这个份上了，你们还在套近乎？你呀，还不了解你的弟弟。丽青对待咱们，钢刀归钢刀。你说，咱们能从这个地方脱身吗？这条路上老是过人，到后半夜吧。但过了北边那条铁路就安全了。哎呀，大小啊！我跟丽青关系并不是太好。说起你们同学的感情，那能比得上我们兄弟间的感情吗？杨长官，在黄埔的时候，我跟丽青是邻铺，我可不想伤你的心。可他一句也没提到过你啊。上海的4.12，他跑了。一提到那个时候，我才知道他有你这么个哥哥。我们俩打小关系并不好。后来又成了这个样子。可是不管怎么说，都是一个妈生的。即使到了这个点地，我们不还是说起他吗？是啊。是的，那个家伙已经跟你的青春捆在一起了，你能忘得了吗？杨长官，几点了？不要扔了，你的呢？让我扔河里了。我那是美国航空表，让人一见就知道你是个将军。你也算是机关算尽了。彼此彼此。杨长官，我渴得要死，吃了那么多压缩饼干，你渴吗？要不我去弄点水。啊，你呀，你就别这么讲究了啊！忍一会儿，忍一会儿，过了铁路再说。我忍不住了，那边有条小河，就2分钟啊，在这儿等着我，啊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叫你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
别跑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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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站住！你什么人？老实点！哎呀，别动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别动！老实点你！哎，老实点！别动！送我这打死你！说，干什么？做生意的。做生意的。你是中将师长汤沐雨，你以前在山海关跟我训过话。你是谁？我以前是69师的，现在是人民解放军排长。就你一个？就我一个。我渴了。有水吗？走，带你回村里喝水。好，放给我。好，放给我。哎哎，找到了没有？什么？这人找到了没有？谁？杨丽人呢？对不起，杨丽人的事我不太清楚。哦哦，司令员，该吃饭了。啊？啊，不用不用，拿走吧。哎，找到了没有？杨司令，根据您的命令。我们地工科连夜在所有的俘虏里查找杨丽人，没找到。是的，由于他出身中统，又身居剿总，所以熟悉他的人并不多。33师和65师的俘虏甚至都没有听说过他。那个尸体里找到了没有？没有，再说也无法辨认。你具体看了没有？看过，但确实无法辨认。由于敌人的建制完全被我们打乱了，所以少将以上的军官很多。马上给友邻一纵三纵各部打电话，问一下他们有没有这两个人的情况，好吗？马上。是。快。喂，三纵吗？给我接地工科。是吗？什么时候抓到的？哦，就逮住了一个，再联系。司令员，三纵已经抓住33师中将师长汤沐雨，三纵方面已经派出人员前往事发地点进行追击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抓到。杨丽人逃跑的方向正是我们的防区，如果我们现在就撒下大网，一定可以抓到他。东北的军事，完全失败。大批的难民涌入了关内，再打下去呀，不得了。是该劝劝委座了，这个仗不能再打了。跟共产党谈判，必须谈。如此，咱们还能保半个江山。可是，共方是否接受和谈？即令接受，也会有条件的。那么，我们政府的宽容程度又是如何呢？李华委员，你说呢？别难为他了，他那哥哥还不知道出来了没有。你们在说我呢？我觉得应该审时度势。苏俄内战之时，有一句话适用于今日之中华。哪一句？土地、面包、休战。人吗？差一点儿，真的就差一点儿。先去开会吧。啊。
这是刚下飞机，我先回去，我在家里等你。啊。不堪回首，杜律明非把你要去当副参谋长，你是个书生，哪里会打仗啊？东北的失败该如何追究？卫立煌迟疑不决，坐失军机，致失重镇。校长今天已经下令撤职查办他。会枪毙吗？校长想这么做，可保他的人很多。也不能全怪魏长官。东北大势失去之后，本不应该死守。你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，我把你保下来不容易，到现在还有人追究你刑事上的责任。李仁，你不适合在军中再干了，我想好了，你去上海，具体任务随后告诉你。你们还真遇上了。嗯，遇上了。最可笑的就是那个唐沐雨，你说就为了一口水啊，也是太娇贵了，哪这么讲究啊，拉都拉不出。要是再慢一点，我就成了李靖的俘虏了。怨不了个人习性，还是历史命运。我们那儿原先主战的委员都改口了。你呢？我的主张历来不变，只能和。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吗？丽华，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动摇，要坚韧镇定，与领袖保持一致。领袖什么态度？背水一战，成败在天。楚才说的。你以为谈判就能保住半壁江山吗？别幼稚了。我们或许会被打败，但绝不会被消灭。
要再待在南京了。坐而论道没有任何意义。马上回上海。不久我也要回上海。咱爹在那儿。飞明也在那儿。在那里啊。进退有据。懂吗？今天起，你就跟着我。啊！新六军就我跟军长带着警卫营冲出了重围，在新民城火车逃回了沈阳。如今晾在了南京，不知道何去何从啊！我看到立青的同学，个个都是心怀义气。三七六班，个个都是人物啊！这年头义气有什么用？时来上下皆同力，运去英雄不自由啊！你跟我干吧。跟你？怎么？信不过？我可不想跟中统沾边儿。不，还是做你的师长。不是在大陆，去台湾，去经营我们最后的大本营。小张已经在做最坏的打算，把一些个国家之本，今后几天都要陆陆续续转移到那里去。我需要一个可靠的师长，给我看管好这些金融国本。都到了这一步了，此为绝密，连副总统都不知情。你只直接向我负责，绝不可向外人泄露，知道吗？我明白。每一次革命都创造了一些新的词汇，中国革命也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，其中一个重要的词汇就是翻身。翻身呢，从字面的意思就是躺着把身子翻过来。你这个老同学洋混很呐，既是王牌又是嫡系，还沾了黄埔。中将以上的俘虏属他最难管，其他人还要求上进，有悔过之意。
可他呢，每天都得闹上一两件事。这人就这样，黄土的时候就是饥饿，他要是老实了，那词儿真奇怪。读书识字，意味着不把妇女当做男人。今天你这个大司令来看他，没准啊，他那脖子又得硬上几天。又是政治说教啊！汤姆鱼，啊，到，你过来一下。是。其他人继续读报。报告。嗯，不错。豆腐倒了，架子还在。报告所长，鄙人是国军中将军官，不是豆腐。啊，汤姆鱼，你看看那是谁？报告所长，请您批准我不见此人。嗯？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不想见。木鱼啊，不够意思吧？报告所长，请您批准我离开。汤姆鱼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啊？你还是个男人吗？怎么了？怕羞了是吧？怕羞别当反动派啊！打败了就打败了。别打败了，连男人也不是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呀、啊，你不想见也得见。坐着吧，你去吧，你去吧。我这老同学啊，就这脾气，跟我单独待会儿就好了。你去吧。你也不抽烟，副官所又不让喝酒，我想来想去，你会下围棋呀？来，快点儿，我就送你一副云子，三斤白糖啊。你他妈别冷笑啊！别以为我给你施小恩小惠，你是清楚我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我们是有纪律，我们从不虐待俘虏。成者王侯，败者贼呀！我汤沐雨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今天。女啊，脸啊是自己的，面子是别人给的。你说咱们俩谁跟谁呀、啊？同班同学，谁还不知道谁呀、啊？扒了皮我都认识你骨头啊！还跟我这穷摆臭架子摆谱，还拒绝见我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我来见你，我是给你面子，知道吗？哟，还真是云子儿。在你们剿总司令官邸缴获的，爱惜吧。完了，这籽儿啊沾了晦气了，一下准是臭棋。还那么迷信呢？52天就�搞掉了我们47万人，光俘虏就让你们抓了33万人，这下的什么棋呀？哎，沐雨，有个事儿，我还真得向你请教请教。你们5个师的兵力，6个炮团的火力进攻我黑山阵地，怎么就你们师最卖力，完全不计伤亡，还一度攻占了我90、92、101高地？你的兵为什么那么拼命？跟着你死打，眼睛里喷血冒火的。我们抓回来关进棚子里，一会儿就瘫倒了，推都推不醒。给我讲讲。在整个的廖兵团里，只有我们师能身先士卒啊。
我师长的指挥位置离你们的主阵地不超过500米，团长呢，那就不到100米，而营长呢，只能去做奋勇队的队长。不愧是王牌，可惜你们在101高地上只站了不到1个小时，就被我师属炮群给覆盖了。对了，李晴，我正想问你呢，你们哪儿来的那么多炮弹啊？我发射了将近10000多发炮弹，所携带的炮弹全打光了，心想这回你们也该断队了吧？哎，可是不，你还是嗖嗖嗖嗖的齐射，是苏联人给的吧？要不怎么会这么多？就你的一个炮群，最起码配备了5个奇数的炮弹。我们自己造的。你呀，到这个时候你不说实话。是啊，说了你也不信。我就告诉你，光是每支122榴弹炮弹，我们一个工厂去年就造了200万发。木鱼啊，棋在局外，双方还没落子儿，你们就已经输了。棋在局外，我没懂。没懂是吧？我给你举个例子吧。你刚才不是还跟我提到这个33万俘虏对吧？对，我正想问你呢，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这33万俘虏？咱们简单的出一道算术题吧。说甲乙双方打仗，双方各有6人。说甲方俘虏了乙方2人。现在比例是多少？6:4。说甲方把俘虏的这2个人纳入自己的队伍。现在是多少？8:4了。孟宇，我们现在正在执行即俘即捕政策。你们这33万个俘虏，其中绝大部分是出身贫苦的农民，被俘后马上教育，随即补充我方。这是什么？这就是棋在局外。我们现在给你们下的不仅仅是军事棋，也是政治棋、经济棋。李青，你今天来是来跟我汤沐雨复盘来了？没有，你我之战黑山已经结束了。我今天不是跟你叙旧的，我是要跟你谈谈你的未来。未来？这日子过得下去吗？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过不下去也得过呀。你不是想自杀吧？不成功则成仁。我不会自杀，我怕疼。沐月，不错的理由。李青，我唐沐雨带着10万人跟你们血拼了10天10夜，今天到了这儿来，我就没打算再过什么好日子，我气儿很顺。可后面的日子还很长啊。是啊，就是因为长，才让人觉得有劲儿没地儿使啊。棋断了没关系啊，棋由断处生嘛。我们下的不是军事棋，已经是人生棋了。沐雨，你今年40刚刚出头，算算，如果你活到80，这棋刚到了中盘，后边还长着呢。将军决胜又岂止在战场？射死！立正！正步走！同班同学，我们是同窗，我们是兄弟，这是抹杀不了的。我们应该拥抱一下。
麾下的一名共产党员吗？你别这么看着我，我是认真的。我就是想做你徐教官这样的人。在黑暗与黎明之间，你来不及道别，只留下不舍的泪光，思念的烛光点燃了星空，殷红的烛泪滚落在历史面庞。我要飞，我要飞，向自由，向光明的天空飞翔，哪怕倒下，最后的笑容也会在岁月的长河中绽放，也会在岁月的长河中绽放。我要飞，我要飞，向自由，向光明的天空飞翔。为什么我们总是热泪轻狂？因为我们的血味